蹦起蹦蹦，我心爱的蹦起蹦蹦摩托车。一个小伙骑着摩托车，突然看到有人抱着孩子过马路，立马主动停车避让，没想到引起了后面轿车司机的不爽。我不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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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素质，着急啥呀？后来人家小伙也没理这茬，继续骑车走人，结果遇到了红灯。怎么又滴滴滴的狂按喇叭？轿车司机想干嘛？教育缺失，该给他补补课了。下回记着，有孩子、老人过人行横道，让一下，别催。再有，这是直行和右转，明白吗？看样子女司机也知道害臊了。希望他听了之后真能好自为之。我最烦这种司机了，就因为自己多等了一会儿，就好像整个世界欠他的一样，必须得发泄出来。发泄有什么用啊？有本事你开车飞过去啊，是吧？再说了，有摁喇叭那功夫，打开音乐听听歌不也挺好的吗？就是。